杨主任，你讲爱彤彤陪头家食饭？嗯，煞毋免，啊，阮头家对遐尼啊照顾，半只时间呢，陪伊食饭嘛是应该啊。杨主任，彤彤是带货直播主，伊毋是饭局妹呢。你较差不多个啊，特别叫你安排彤彤食饭，你着理由开大堆。啊无，你是想要趁钱无啦？当然嘛想要趁钱，但是阮希望用正当的方式替公司来趁钱，安尼才会当创造生意。无你即摆是咧讲妄加？彤彤即摆唔那是没有人气，伊连带货直播的能力阁输人舔舔啦，阁敢讲生意？啊唔是阮头家哦，欣赏彤彤啦，愿意赔钱哦，甲恁来相挺。恁即摆早着哦，包啊款款的，转去食家己啊啦。敢阁有机会接到阮公司新酒的 case？ 人讲真的啦，做人哦，都爱知影食鸡子拜树头啦。杨主任，是的，我无法度接受你安排。恁头家一看就知影，伊对彤彤无好意，我无可能让彤彤吃亏。哼，吃亏？麦当哦，后来啊，鸡捧过啊，彤彤的不雅影片哦，唔知偌济人看起啊。阮头家吼都无咧气扬彤彤啊！恁妈唔知影好歹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好歹你又讲假！阿妈，即摆是要冤家相判，为谁罪你啊？安尼就对啊啦，查甫囝。爱会知影成就啦！你即卖已经唔是较早迄个夜店的头家，乌都的太子爷啦！你即卖唔呐花水袂简单啦，甚至会互家己淹死啦，袂好啦！你吼也是要好好啊开家己的车，我若是有欠司机吼，我嘛会叫你的车啦，算起来吼嘛是啊你照顾啦。非得通通通错。为着要开直播，嘛是要吸引干爹的叶片啊，尔啦。即摆阮头家想要赞助彤彤，算起来嘛是要让彤彤美梦成真啦。即摆恁若是搁要结派头，唔知好歹，恁就等下予人全面封杀啦。杨主任，千万袂当把彤彤封杀，伊会袂堪住啦。那么，好啦，我答应你。我彤彤陪到去吃饭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我拢会陪在彤彤边啊，安尼敢会应承？哎，彤彤，你来啊！拄只你的经纪人男友哦，已经替你答应哦，要甲阮头家做阵吃饭啦。啊，你想要吃啥？你尽量和杨哥讲，杨哥来去准备啦。彤彤，我好啊。那你也麻烦杨哥跟恁头家讲，我就单纯陪伊吃饭，也只有这届尔，下不为例啊！好好好，我赶紧来接好消息啦，阮头家讲啦。我的面子拢已经放伫咧涂骹打安尼。想做你要甲因同款，连最后一点仔自由都袂留予我，我就是无想要甲任何人食饭嘛。那你想做要答应？你想做无爱拒绝伊，非得无爱做上大？你想做伫伊面头是假甲遮尔阿三哩？但是伫我面头，你煞对我发脾气，甚至无听我的解释。我会答应，也毋是为着要告诉你的面子。好啊，我即马就去甲杨主任讲，煞煞去，拢爱做啊！我就变成一个有气病、有搞笑的了解。即马是安怎啦？哪会讲甲袂输？我无够大局，唔知影体贴啊！我也无去嫌你啊，我敢有？我今天有一个 case，
我敢袂当去造假。但是你物件是小心点去收款，免等我。几点车？物件我买倒来。小姐。哎，江医师，什么代志啊？你的神奇针去让拄到那位小姐拿走啊，伊的钱搁藏伫我这。没错。钟小姐，你头拄仔是不是有叫车？是哦，我拄才有叫车。你想怎啊？我头一次拄到像你这样绅士风度的司机，伊让人看到就安心的。吴小姐，慢走，门给我动起来。廖凯宏啊，你这么闲啊？是不是嫌林子彤今麦变善假人啊？啊，开始怕新的有钱吃啦？杜华强，你安怎？我讲的够唔对？恁老爸今麦伫卖面，你伫替人塞车做司机啊？讲起来是骨力的新路无唔对，啊，不过较早比起来哦，真正是足可怜的。至少我讲我是正正当当的过日子，无参照你。什么拢想要抢？抢人家的财产，抢人的亲情，甚至连王子你嘛唔放伊走。你到底是讲对啊，唔对啊？王子当初是让恁爸阿囝两个人踢掉无爱呢，只我甲捡回来，当作我亲生的查某囝同款，你疼痛爱护伊，栽培伊。恁了解？今麦才有一个有名气的气象主播呢。讲起来，你甲恁爸应该感谢我才对啊。是要让人睏无啊？杜光亮，你前下久有讲人偷摕你的物件，但是你煞唔敢报警，这一听就知影。这个物件一定是啥物违禁品、违禁品对不？今晚唔是甲这个青鸭站呛声的时阵，赶紧把物件提倒转来，才是上重要。伟弟，我讲过啊，唔管你给我偌济钱，我物件拢无要卖你。你最好紧把物件交出来。物件即摆是我的，你莫想要抢走。吴小姐，直接报警。哈！啊！这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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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总嘞！安总！安总！别安总！行！你处理快点，我车上你好行，安总要紧。安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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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集团的董事长吴辉煌是我阿公，恁倒一个若是唔惊死，你又继续打？你的车嘞？我车在头前。来的，出动。
你到底是去创啥？你讲啥喏？我做兄弟就要罢卡。喂，你莫误会哦，伊是叫我请的人客。原本我要载伊回去，后来拄讲咱兄走出来找麻烦，讲伊偷摕伊的物件。我紧抓走了，交处理。阿霞，敢讲的？要走会用的，物件给我交出来，若无倒位，恁拢莫笑想要去。你真正是有够鲁的呢，我钱拢已经给你啊。恁爸袂瘾买你啦！你唔知影阮阿公是啥无？我对阿公这么大声，你拢无听着？我管他你是啥！这钱比你拄啊等你来替他搁较大他，提回去，物件害我。我跟你讲。这个人将来拢唔爱卖什么好物件，这内面若是毒品，一定都有了了麻烦。明天海丽啊，你是嘛是你创啥？创啥？那是毒品呢，违法的呢。都给擦掉啊！阿伯嘞，等警察来了。我给你找走了，看不起就砍人。吴小姐，告位啊。好错啊！我来替你开啦。这里啊，卖弄着他。这里，这里。老实跟你讲，今仔日迄个人，伊是我的元首啦，所以无你搞这件代志，是我去拖累着你。是我爱甲你分析的才对，所以今天这个钱我袂当收，等一下我会甲订单取消。哎，是你，吴小姐，你敢有法度一个人行入去？要是爱我请厝内底的人出来接你。我真好，你放心，我会当家己行入去。安尼就好。安尼，我阁有排 case 要食，要先来啊！来，算好你。拜拜。拜拜。今日阿妈予你载着，马上是拄着一件好代志。